Welcome to the Hong Kong On Screen podcast, brought to you by Hong Kong On Screen, a Los Angeles-based nonprofit organization promoting films and culture of Hong Kong. Hello, 咁讲完呢个电贸啦，之后后期佢改咗叫国泰啦，国泰年代嘅，即系我哋讲咗佢电影又讲明星啦，咁不如到讲下邵氏咯吓。咁啊，邵氏其实我哋之前嗰两集都有提过嘅，因为佢一开始咧，其实就系佢个阿大哥啦，邵醉翁啦，二哥邵川仁啦，应该三哥都有份嘅，就阿邵仁梅咧就一齐上咗上海，佢哋先开咗一间天一嘅制作公司先嘅，咁啊，当然喺上海有拍片啦。咁啊，后来咧就另外又有兄弟啦，即系阿邵仁梅同埋阿六叔啊，即系六弟排第六嘅邵逸夫咧，就去咗新加坡，就派咗佢哋去嗰边咧，就叫佢哋去嗰边发展一下啦。咁但系佢去新加坡咧就唔系发展呢个拍片嘅，佢哋就系发展发行同埋经营戏院。咁啊，当然非常之成功啦，即系呢两兄弟邵仁梅同埋邵逸夫一齐，佢哋赚咗好多钱吓。呢、这个背景我讲得啱唔啱先，蒲峰？啱啊吓。咁啊，但系佢喺上海天一之后，可能亦都系即系同战乱啊、内战啊，咁通常都之后亦都系因为即系四九年之后国共内战之后，共产党 take over 咗之后咧，咁啊，当然之前咧，其实佢哋亦都喺香港亦都制作，即系亦都成立咗佢哋另一个分部咯，就叫南洋影片公司。咁啊，开始又喺香港又拍片啦，咁啊又拍下国语片，又拍下粤语片，咁啊，咁即系总之成个邵氏啦吓，我唔知系应该点叫佢哋啦，所以系叫一个邵氏集团啦，定系乜嘢啦？咁啊，阿蒲峰，你上次即系我哋未录之前，你就已经教过我噶啦，就话其实邵氏咧仲分开邵氏父子同埋邵氏兄弟嘅，咁不如你嚟讲下即系呢个邵氏嘅整个嘅即系开始啦，佢嘅第一阶段。回翻啦，咁回我哋回帶啦，第一集啦，第一集已經講過啦。其實係最開頭係所謂天一港廠啦。咁天一港廠，我嘅睇法啦嚇，咁咧就係、是、其實係由阿南喺南洋嘅三哥邵仁梅，因為市場需要而喺香港成立。咁又但係由於佢遇到技術問題，咁咧當然亦有借助呢個上海天一嘅一啲製作人，包括叫阿哥借個導演俾佢，嗰個叫湯曉丹。咁就嚟拍戲，咁但系咧，由於技術上嘅困難咧，做得唔好，冇辦法拍到係咁咧，喺拍有聲片遇到問題。於是咧，就阿邵醉翁落嚟救駕，一救駕就用咗邵醉翁嘅方式去處理成間再喺香港天一港廠嘅業務啦。咁啊，兩人之後咧，邵醉翁咧就因為天一兩度火災之後咧，咁啊，邵醉翁就翻咗上海。大家話就勸阿哥，唔好啦，你咁多仇家，不如你翻上海啦。即系邵醉一翻上海咧，就叫阿二弟阿邵川仁落嚟，咁咧就邵川仁咧就改组叫做南洋公司，南洋影片公司啦，就喺战前已经应该喺战前已经抗战之前已经成立咗。咁咧，然后咧南洋公司其实政策同呢个天一港厂系有唔同嘅。南洋公司除咗自己拍戏之外咧，佢系愿意租俾其他人拍嘅，啲好紧要，因为咧咁佢先至系满足到个咁嘅生产量，先至系满足到。呢、这個喺南洋嘅天嘅邵氏兄弟公司個戲院網絡嘅需求，咁呢個係成件事最關鍵嘅一件事，令到亦都係令到香港電影嘅生產嘅蓬勃係影業嘅成形咧，都係好有關係。所以天一港廠係對香港影業生嘅影業嘅成形係好關鍵嘅一件事啦，甚至係唔係最重要嗰件事。咁又多南洋公司咁打仗啦，咁樣係咁咧，南洋公司咧其實。佢哋生產嘅戲咧，一方面咧，邵氏兄弟喺日治時期咧，佢哋逃避呢個日軍嘅，但係咧，南洋公司喺日治時期咧，其實係同日本人有一定嘅合作嘅。嗰、那個合作唔係拍片合作，而係佢某個程度嘅配合佢哋咧，而令到南洋公司嘅戲咧係可以喺日治時期即係拍好嘅，佢冇分派。拍好的時期是在日本日治期咧，係放映到嘅。咁咧，我曾經對比過啦，當然主要是資影資料館嘅研究者去即係排比過有啲咩戲喺戰況。其實尤其係一位我非常尊敬嘅朋友亦都非常好嘅研究者阿黃亞柏。黃亞柏就曾經整理過佢係戲院嘅專家啦。戲院專家之外，其實佢亦都整理，亦都係好熟。你都整理咗好多香港電影資料，話拍就佢整理過喺戰爭期間有啲咩戲喺香港拍好咗之後，陸續喺四一即係
淪陷之前拍好㗎啦，陸續放映過咧。其實我哋睇翻絕大部分都係偏一誒，都係男人片廠嘅戲。咁咧，男人片廠拍嘅戲，咁咧，所以應該佢哋係某一程度係同呢個日軍係有佢嘅配合嘅。咁然後到戰後啦，咁佢哋南響片廠開頭成立嗰陣時咧，即係有翻個片場啦咁樣嘅，咁就因為產權咁樣計翻佢自己啦咁樣，咁計翻呢個邵之仁啦。咁但係其實佢個廠應該都喺軍佔領之後咧都幾殘缺。咁時咧，其實佢自己開頭唔生產嘅，佢租俾一間公司叫大中華啊，大中華公司。大中華公司其實生產得唔少，喺戰後生產得唔少香港國語片，幾出名嘅，因為拍咗好多重要戲嘅。咁咧，周旋有啲戲都係落嚟香港大中華拍啦。咁佢亦都拍過一啲，佢甚至係台灣出過外景啊，拍過啲蝴蝶嘅一啲戲都係蝴蝶都做咗啲大中華嘅戲。咁由後尾先至後尾佢因為翻四九年之後翻上去啦，咁樣嘅搬曬啲嘢上去。咁所以咁啊，男人啊自己拍翻戲啦。咁咧，咁就應該係邵村人繼續揸啲翻咁樣教片廠啊收復翻啦咁樣嘅。咁咧就所以就咁南洋就開始叫邵氏一開始咧就叫自己生產翻電影。咁咧嗰陣時咧，佢哋咧就邵村人有個侄有仔嘅，咁即係而家佢同個仔合作啦。咁樣所以咧，佢哋有幾個名嘅，佢亦都會叫做片廠咧，亦都有後尾咧就叫邵氏製片廠啦，或者叫邵氏扶持公司。咁咧就佢哋咧其實係嗰陣時咧，南洋片廠就主要拍嘅戲。都是提供给星马的那两个弟弟去放映，但是这两间公司 我相信我们有理由去理解 是两间独立的公司的，我们不可以以为因为他生产，当然他们的关系密切，于是他们会配这个制片公司，但是他们两间是独立的公司，这个是重要的，因为后来是有变化，还有无论是权力，因为钱呢其实呢绝对是星马的影是非常之有錢，而且南影公司在香港咧，雖然不是窮兇，但係咧實際唔係同星馬哥係冇得比的。而邵村人的拍戲的策略咧，都是慳皮為主啦。咁所以他一路拍戲，而且就有啲嘢嘅。咁就邵氏喺南影，即係喺南影兄弟嗰邵氏咧兄弟啦咁樣嘅。咁咧俾錢拍呢邊，俾呢邊拍咧，其實啊～呢邊嘅邵氏父子咧，就應該首先將製作費嘅一部分咧，先俾咗自己先。咁咧一部分俾咗自己，咁話合唔合理咁樣係。咁啊睇兩睇啦，咁樣先呢個做係咁做啦，咁樣。咁佢哋咁，然後咧佢先至將其他嘅咧就將可能製作費現 ，which is 製作費裏邊可能要包再有一部分俾翻佢哋嘅咩啦咁樣。咁呢個係一啲行內人嘅講法啦，咁樣係。咁所以咧。在此之下咧，咁邵南洋公司的製片業，即係邵氏製片廠或者即係呢個邵氏父子製片嘅咧，嘅成果一方面佢有戲院嘅，咁佢有戲院網絡，有啲又賣戲院，一路又賣戲院，又戲本身有個放映網絡啦。南洋公司嘅戲喺當電貿公司出現之後咧，其實南洋係落咗下風嘅。不過我哋都唔可以太過。誇張呢個咁嘅下風，因為咧，因為南洋公司好即係邵氏父子公司咧，係佢已經發掘咗呢樣嘢啦。第一部黃梅調戲就係其實咧係邵氏父子嘅決定，而呢部係彩色製作嚟嘅，係一部彩色嘅黃梅調電影嚟嘅。其實係喺邵氏父子即係邵村人時期咧落嘅決定。咁咧而呢部戲係大雕蟬嗰部戲叫雕蟬，雕蟬咧。是賣座的，邵氏不是後來那麼出名，但邵氏本身都是一部相當賣座的戲。所以呢整個所謂黃梅調電影的風潮的誕生或者開始呢實際是始著，當然啦它背後當然是新中國拍的所謂天仙配那部戲。但是我們說香港這個黃梅調電影的生產的風潮呢實際是始著這個邵氏製片廠的時期。咁咧就亦都係李漢祥開始幫佢做啦。所以李漢祥低温唔係邵逸夫嘅，係邵氏父子嘅人。呢個係有一定影響佢後來所有故事嘅發生，即係所有事情嘅發展嘅。咁啊，咁係李漢祥佢哋發掘出，叫做佢哋已經發掘咗佢哋出嚟，即係已經係成為佢哋亦都睇得出李漢祥嘅能力。所以李漢祥係幫邵氏父子拍咗一輪戲先至，然後咧。
最關鍵一件事啦。咁但係咧，南洋兄弟嗰邊覺對邵氏嘅生產，邵氏喺香港嘅生產製造片嘅水平咧，係或者製片嘅無論產量或者嘅期望係達唔到佢哋嘅期望。於是咧，邵逸夫喺1957年咧就帶住咗好多好多錢，好多好多現金嚟到香港，就開始就準備改變，即係改變佢哋啊成個咁樣。其實諗住大展拳腳。佢嘅第一佢就應該喺1900嚟到都係要觀察啦。就1958年咧，邵逸夫咧就喺香港成立咗係邵氏兄弟公司啦。所以邵氏兄弟公司同邵氏父子公司咧，唔係一間互相從屬嘅關係啊。佢哋只係咁樣而咧，邵逸夫亦都講到明，然後都同阿邵村人講：你哋唔好再派啦。咁所以真係奪權，咁就你唔使再派啦，我嚟啦。咁於是咧，其實所以咧，邵氏父子公司之後咧，就放完全唔做製片，而家只係做，所以邵氏父子公司一路存在，而家只做影片嘅拍行同埋特別係做戲院放映嘅業務啦，咁樣係，咁一路維持到去到70年代後期，咁其實佢戲院業務一路都存在嘅，咁咧甚至咧，其實佢哋喺70年代嘉禾喺本身又曾經有院線，有嘉禾係。有一個階段同呢個邵氏父子嘅院線合併組成，就所謂嘉樂視，咁咧係同邵氏合咗。啲其實咧，邵氏父子公司嘅戲咧，其實咧就唔係邵氏父子公司條院線咧，喺70年代好明確嘅，就唔係影緊邵氏嘅戲，唔係影緊邵氏兄弟公司出品嘅戲。咁呢個我哋要分清兩間公司嘅關係嘅。點解要咁強調？因為咧，其實某啲研究者嘅前人咧，關家姐資料唔充分，咁咧佢難免嘅。比較粗略地，咁咧就咧係冇分清楚兩間公司嘅即係嘅差別，而且嗰個差別係反面嘅差別，而唔係一團和氣咁嗰種大家分家嗰種差別啊。咁然後我想題外話，我想問一問咧，咁翡翠明珠嗰兩間喺銅鑼灣嘅戲院係屬於邵氏父子啊，定係應該係邵氏兄弟公司喺邵氏應該係邵氏兄弟公司嘅喺，因為佢哋都係邵氏龍頭公司啊。咁到咗。應該喺我唔記得佢開嘅年份，應該係60年代嗰啲邵氏兄弟公司亦都喺香港陸續買戲院、起戲院咁啊，喺銅鑼灣建立佢嘅龍頭公戲院咁樣嘅。咁好似喺60年代後期成立，呢只明珠係咁然後因為嗰間戲我以前低片啲嘅，然後係啊，我哋以前成日都去嗰度睇戲嘅，因為咁啊，中學嘅時候我冇記錯，應該都係應該係60年代後期成立嘅，即係稱為。都係邵氏兄弟公司嘅龍頭戲院，咁咧係放邵，我冇記應該係邵氏兄弟公司嘅，咁喺放邵氏嘅戲，咁咧就咁所以即係變咗邵氏兄弟同邵氏父子基本上係直接競爭咯。而家應該係邵逸夫咧嚟到之後咧，就將本來嘅邵氏父子業務停止咗、終止咗，然後咧就喺香港咧，佢當然延續咗某啲嘢嘅，咁咧就我相信某啲合約佢係延續咗嘅。即係攞咗落嚟咁樣又繼續落去，咁然後咧就變改組成一個叫邵氏兄弟公司，然後喺邵氏兄弟公司大展拳腳，其中包括就係、是、其實佢1957年嚟到已經應該係已經買地㗎啦，就興建嗰個好喺清水灣又興建嗰個邵氏影城，咁咧然後邵逸夫喺1959年咧就請咗一個好重要嘅人物，這個其實邵氏嘅興旺咧同呢個人物係應該都非常之有關係，咁啊當然就係周文懷啦咁樣嘅，周文懷係。如果係從龍之始，幫邵逸夫一起打呢個所謂邵氏兄弟公司嘅江山嘅最關鍵嘅一個人啦，咁樣係佢係邵逸夫一人之下嘅邵氏公司嘅最大嘅領導啦。咁當然直至後期邵逸夫某啲因素之下，就開始重用方日華，就於是周文懷先至要有就開始要離開啦，咁樣係。咁啊講翻邵逸夫，除咗用周1959年用周文懷之後咧。到1961年咧，邵氏影城嘅第一部咧開始咧就叫做初步建成，我資料啦咁樣。咁又到其實佢喺度發展嘅開頭嗰陣時咧，清水灣電影城咧，我以前喺 TVB 做，咁所以咧我係邵氏影城我係熟嘅，即、就、係、是、我喺嗰度翻工嘅。咁因為後尾租邵氏影城租咗俾 TVB， 咁咧佢其實係，但係我去嗰陣時咧，其實 TVB 已經邵氏影城有啲原來嘅嘢又已經唔存在，一方面佢加建咗啲嘢。咁咧，呢方面有啲我哋睇南沙北京台有條橋、有條河嗰啲咧，其實到80年代 TVB 入主呢個邵氏影城嗰陣時咧，就已經冇咗㗎啦，有啲景已經冇咗啦。但係咧，
倒轉亦都係多啲新嘅搭機完整嘅街景啦。咁簡單啲講啦，六一年係初步建成，咁但係咧，佢有一個六四年係一個進一步擴大，呢、這個擴大重要嘅，因為有幾個重要嘅設置係改變咗嘅，咁而對後來影響對香港嘅影響都係大嘅。咁應該就係、是、第一就係、是、1964年咧，就應該係開始就確立要喺度做彩色衝印，喺片廠裏邊做彩色衝印，同埋1964年之後咧，嗰啲嘅片廠咧就唔再做隔音設備，因為咧佢已經決定邵氏嘅出品咧唔再現場收音，而全部改曬做配音。呢、這個應該係1964年建創大建廠。嗱，我手頭資料唔係好清楚地講呢，但係咧我初步嘅總結其他所有嘅 condition 咧，應該係1964年嘅係應該係1970年先至真正咁嘅決定，而家慢慢實行，因為咧呢件事都係慢慢過有過渡性嘅實行啦咁樣。咁啊長久地咧，到某個階段咧就邵氏所有都配音，而且咧呢、這個唔單止並係邵氏嘅基本嘅基本邵氏嘅製作模式，而且亦都變成成個香港影業嘅製作模式。到粵片衰亡嗰陣時。咁呢個未來會再講到嘅。咁然後邵氏影城大致1967年就完全啟用啦。咁嗰陣時就好誇張嘅，咁佢十幾個廠啊，咁一年可以生產50-60部戲係完全有可以嘅咁樣嘅。咁啊不斷好似工廠咁生產戲啦。咁啊所以呢個就係邵氏夫口紅，即係而家係一個好宏大嘅工程啦。咁亦都係其實佢真係起咗隻恐龍出嚟啦！咁、這、呢個片廠裏面，我喺繼續介紹之後咧，我補充少少。邵氏夫，我哋一般都講邵氏咧係一間改片公司，係，但係咧其實咧，邵氏某個階段咧都係有粵片組嘅，係有粵片組拍咗唔少粵片嘅。佢主要用周思樂配合，但係都去到60年代初佢先成個粵片組取消。咁呢個粵片組咧，佢主要負責人叫周思樂。咁但係佢發掘咗啲明星嘅，而且啲明星後尾粵片組取消，咁佢哋就轉啦。咁咧其中咧女主角咧，佢就多數用呢個林鳳，林鳳就係邵氏粵片組出嚟嘅。咁然後咧，另外有個後尾冇紅起嚟，但係咧其實大家都部分人都會記得嘅，嗰個叫歐嘉慧，咁都係喺邵氏粵片組出嚟嘅。男明星方面咧。佢嘅用嘅男主角咧，通常係張英才，不過張英才咧就本身咧，其實出道好早嘅，本身應該係永茂公司出道，咁樣喺呢個時候咧先入到咁樣嘅，就做咗主角。咁後尾佢哋呢個邵氏粵片組冇咗之後咧，佢之後都有張才自由身啦，喺六十年代係活躍嘅。而張才最近先過身啦，咁樣所以難免我相信好多人都會有印象啦。咁六十年代一個非常活躍嘅自由身嘅演員啦，包括做多武俠片啦。最出名嘅幫先頭黨員做呢、這個雪花神劍啦，同埋呢個佢逼血啊，逼血金钗，逼血金钗就將幫先頭黨員做嘅。咁後咪逼落紅塵啦，咁樣係做多武俠片嘅第一男主角。咁然後佢亦都演過唔少所謂小夫妻喜劇啊，咁樣嘅喺啲楚原嘅戲裏面做啲老公啊，咁樣咁亦都有後尾亦都做啲所謂 melodrama 啊，好慘情喺嗰度做。咁算係六十年代最活躍幾個男星咧嘅其中一個啦，我如果講前五名應該係謝賢、呂琦遲啲成名啦，咁樣係啊。另外胡峰、曾江其實都係遲成名嘅。咁咧就張才反而係早期佢仲活躍過曾江嘅咁樣嘅。曾江基本上要66-67年到之後打後先至成為真係比較活躍嘅紅星。咁張才係其實60年代前期最紅嘅其中一位男星啦，咁樣嘅。另外一個重要嘅演員咧，我幾中意嗰個人做嚟嘅。嗰、那個叫麥基，所謂好典型嘅所謂代表妃仔，其實麥基演技相當好嘅，那個型都幾好嘅。不過只係嗰個年代唔中意呢種型嘅人，佢就只有做妃仔咁嘅啫。咁咧就麥基都係邵氏粵片做出嚟，其實邵氏麥基甚至演過國語片嘅，不過只係臨大啲戲，但係因為佢係歌唱片，所以佢係唔需要練對白啦咁樣嘅。粵片組又係個年代人才，亦都有啲出名嘅戲嘅，最出名應該係有《獨立橋之戀》啊，同埋一部戲叫《流年飄飄》。而最可惜就流年飘飘，因为有首好红嘅歌《飘来流年之乡》，哒哒哒哒哒，应该就系呢部戏。但系咧，嗰部戏已经失传咗啦，咁所以歌就留喺度。咁但系咧，部戏应该就冇机会睇噶啦。咁
咁佢拍咗個新加坡三部曲，咁都係林鳳做。咁咧，林鳳同張卓做主角，當然而家都係彩色製作，算係唔錯嘅。咁但係林鳳唔係喺嗰個年代就喺嗰個階段咧，就有個花名叫作狀王，因為咧其實林鳳嘅演技非常之自然，於是咧嗰啲戲又要求佢做啲好情緒嘅，佢做唔到，於是咧就變得所謂靠外表嚟做，咁於是咧就變得比較誇張，而表現出有真感情。而嗰個階段咧被稱為作狀王，但林鳳其實學到咗內年代中後期，其實佢自然咗好多嘅。其實我覺得林鳳，我係幾中，因為林鳳實在相當靚，雖然話整容，但係始終明星界咁嘅，其實林鳳喺內年代初期係一個其中最靚嘅其中一個明星咯，我覺得。咁呢、這個所以語片組只係邵氏一部分，我覺得係要補充嘅。你可唔可以忽略邵氏曾經有個語片組，其實拍過相當數量嘅，都有幾十部嘅戲啦咁樣嘅，包括一啲女俠黃鶯啊咁嘅戲，佢都拍過。咁我哋可以回翻去呢個邵氏嘅所謂大展宏圖嘅部分啦。所以邵氏計起上嚟咧，係一個非常龐大嘅。一位電影歷史研究者，又係商業部分嘅中本研究，即係嗰個垂直生產者咧，邵氏係包曬所有嘢嘅，即係咧佢既有生產電影，亦都有發行電影咁樣係，即係佢又會發行電影，佢自己包產銷直拍整出，佢自己拍嘅戲，自己喺香港有網絡去放映，甚至喺南洋佢都有放映咁咧就咧。由佢哋都建立咗呢個台灣嘅渠道啦，咁樣，所以一個非常之宏大嘅製片業務。而邵氏嘅成績咧，係一路往上，因為咧佢嘅製作水平係好明顯地到嗰個階段咧，到佢所謂六四年之後咧，即使國泰公司本身係一定嘅實力咧，其實我哋只要拍埋啲戲咧，邵氏啲戲係零丁一個大一個場一個。同一條街咧，行喺條街上面嘅人都多過國泰公司，即係多過人哋咁樣。咁呢個好明顯嘅，所以邵氏嘅製片製作嘅水平咧，係遠遠地大過，甚至有時候我哋基本上想象唔到，以一個香港嘅彈丸之地，咁竟然可以生產一啲咁大規模嘅電影。而嗰陣時咧，以六十年代嚟講咧，連荷里活嘅所謂大製片業務都因為某啲法例之下咧，已經即係大地產商都冧曬㗎啦。而咧，邵氏竟然可以維持到咁樣係，因為法例規定唔可以有托納斯咁樣係，咁呢個你好熟嘅，我知道。咁啊，咁而邵氏竟然可以維持到就係咧，佢又可以拍啲咁大規模嘅製作，咁一個有一個咁嘅影城，咁咧裏邊有曬所有嘅所謂，除咗可以有片廠裏邊有拍到搭景，非常之效率搭景之外咧，佢亦都有一個所謂外搭景搭好嘅喺度。長隆期拍搭到佢嘅條古裝街，然後咧後面咧其實仲有相應嘅其他民族街等等都有，咁咧就一條嘅越大就越嚟擴張，小橋流水、谷亭台流角，再後期啲有啲所謂大一條好長嘅橋喺清水灣係佢任用咁啊，於是咧佢搭喺搭條好長好長嘅橋啊，好長長嘅碼頭啊咁樣都可以搭到出嚟，即係當然係假啦。咁佢搭到出嚟嗰個規模嘅大咧。個出嚟嘅作亦都可以養一大批馬喺度，都需要拍默片嗰陣時咧，可以有真馬喺度喺度走嘅咁樣啊！我哋諗翻起上嚟都會覺得係好誇張嘅嗰種嘅實力啊！而放喺當年嚟講咁樣嘅，咁都係一個非常之大規模嘅製作嘅公司，而咧佢係生產咁啊，所以邵氏喺某個階段咧，基本上真係一統天下。其實如果七十年代，我成日寫文嘅開頭只會講喺1970年代初咧。邵氏一隻霸王龍一樣咁嘅存在，基本上係成個世界除咗邵氏之外，國泰冧檔，粵片收曬，連喺台灣嘅個人公司又冇咗，影咁啊！邵氏基本係一片一以香港嚟講，基本上一公司獨大，甚至幾乎只有一間邵氏公司。咁喺台灣當然到後期1970年初就台灣民營公司啊，都係照顧咗啦。咁但係偏偏咧，佢當然後期就但係竟然係。可以土崩瓦解呢、這個當然係另一個故仔啦。咁但係邵氏嗰種即係幾乎嗰種巨人嘅感覺咧，係邵氏係做咗出喺60年後期，我哋幾乎有種巨人嘅感覺。咁咧佢嘅製作量當然暴增，而且咧佢製作水準，如果佢要求高嗰陣時係好犀利。我哋講一個比較得意嘅例子，係我訪問啲中樂公司，其實咧佢係有佢做拍黃梅調戲啊嘛。咁咧佢係可以有一個樂隊同你做錄嗰啲歌音樂嘅喎。是一個十幾人嘅樂隊，佢
佢最誇最犀利嗰陣時候，甚至揾個日本啲技師嚟做錄音。嗰日本技師好要求高高咁地咧，量好曬每個位置咧。佢因為每次錄唔同，每次錄嗰陣時咧，每日都可能有個位置，即係有有啲每日嘅有差別。嗰日本技師會真係同佢度過個位，每個位由幾時幾時要咁咁咁咧。佢有一個好高嘅要求。雖然後尾佢連個技師煩咗，做過一次之後冇用。咁但係咧，其實佢每次做黃梅調電影咧。佢係有一班最 top 嘅中樂 artist， 我訪問過其中一個女培員，幾犀利啊！裏邊啲彈嘅吉他，所以佢哋幫佢做音樂，咁咧就係揾最 top 最厲害的中樂 artist 嗰啲啊，全部古家輝又幫咗做咁樣嘅，有啲甚至嗰個中樂團裏邊啲菲律賓人啊，做敲擊樂嗰部分啊，等等，係一個好強力嘅係一路就住播住畫面嗰班人一路去演奏去配合嗰個畫面嚟做音樂。呢、这個係幾難做嘅一件事，而佢係一種樂隊同埋，即係唔係一個幾三四個一隊玩 band 嘅人，或者係幾個人嘅一隊西方西樂 band 搖滾樂 band， 而係一種大嘅咩？其實佢有西樂團。咁你聽起上嚟咧，即係話即係呢個邵氏一個巨人嘅地位咧，硬件又有啦，即係佢有影城、有片廠、有咩軟件，你又話到佢有咁多啲樂隊直情嚟幫佢配音，係咪？明星佢又有啦，咁啊。不如講下佢個創作力上面啦，即係依個係最緊要嘅啦，係咪？呢個幾好得意嘅地方就係、是、咧，其實我有時我家都認嘅，我係近年即係認真認嘅，即係你睇得多咧，我真係我嘗試啦咁樣就係當然冇可能真係睇到曬全部，但係咧我的確係睇咗係咁多年嚟咧咁樣係一路補，其實佢出咗 DVD 都廿幾年啦，好似咁於是咧我。自從佢出 DVD 之後，就一路有睇嗰啲戲，得閒就去補睇，補睇一部，補睇一部咁樣嘅。我譬如某啲研究計劃令我補睇，譬如武俠片應該睇曬，盡量睇。黃梅佢先少少黃梅調戲，我應該每一部都睇過曬。咁然後其他嗰啲時裝片啊咁樣嘅，咁咧我先慢慢發覺，原來咧邵氏嘅生產咧，如果佢嘅製作係龐大到後期尤其咧叫彩色寬，全部都彩色寬幕。佢製作嘅明顯水平嘅超越一個五十年代嘅所有製作啦，但喺創作上面咧，邵氏咧由於咁大量生產咧，佢係自覺地係冇可能寫到咁多創新嘢，於是佢有多方法嘅，例如黃梅調戲，黃梅調戲好多時咧，首先咧，佢雖然固然係傳統故事，更加重要嘅就係咧，呢啲黃梅調戲好多時都有呢個中國嘅當時所謂中國內地嘅所謂中國大陸的一個戲曲版，基本上譬如楊乃妹與小白菜，佢一個李麗華版，但係其實本身咧就喺中國大陸有個曲劇嘅版本啊，咁然後咧就《梁山伯祝英台》當然係一個粵劇版本啦咁樣嘅，《花木蘭》都有嘅，基本上咧佢根本上係重拍翻所有喺大陸出國出品，揀一啲最精要，譬如佢《虞美人》。虞美人就係追魚個故仔，應該係追魚人嗰個係粵劇嚟嘅，上海粵劇啊嘅故仔。咁所以咧，戲如果佢黃梅調咧，就基本上係重拍翻曬中國大陸出品嘅，即係改編成一個黃梅調係黃梅調嘅音樂，唔係用原本嘅戲曲版，因為嗰啲係喺好多唔同嘅戲曲嘅，佢係曲種嘅，佢都全部改做上所謂黃梅調，而黃梅調嘅音樂又唔係齋即係。佢係有變化嘅，佢有創作嘅。譬如周南平就一個好出名嘅台灣嚟出身嘅音樂家咁樣，作曲家咁樣，就幫佢做咗個音樂嘅好創作。咁咧，但係佢基本上以古仔嚟講，就係拿住人哋嘅劇本一個完成一個創作咧，係再改編。而唔單止咁，佢另外一個方法咧就係咧，我以前嘅出名戲咧，我重拍一次。咁咧，譬如《萬波女郎》咧，邵氏拍個版本，佢揾《萬波女郎》個副導演兼演員叫吳家湘。咁吳家湘就知道呢個《萬波浪》係改編自美國片，於是佢攞個美國片嚟再拍一次，即係再重拍咗一次。咁又包括有啲早期著名嘅，譬如嚴俊拍過一部《金房》又重拍過。咁啊，佢個名字會改咗啦。劉三姐咁出名，山歌戲，咁佢係改咗一啲情節，咁咧就改咗時裝，擺咗香港背景咧，又拍咗一次咁樣。咁其實咧，邵氏係專門將舊作品。無論唔一定係自己公司喎，其他人嘅其他公司嗰啲嘢，只要啱用覺得，即係我需要啲咁嘅片種或者咩，我就重拍《羅之嚟》咁樣嘅。佢胡不歸佢都拍過，咁部叫《烽火萬里情》，寧波做。
咁啊或者誒燕子道佢又重新拍一次咁啊，逼佢用啊七十年代嘅，有陳寶珠最後一部戲，陳寶珠演嘅最後一部電影，咁啊就叫《壁虎》，咁咧就國語片嚟嘅，楚原拍嘅，咁其實就將燕子道再重拍，所以邵氏咧就喺製作上固然係提升咗，但係咧喺創作上佢專門在首先你未必睇過，睇過我都要拍一個靠佢嘅製作水平嚟 cover 佢創意嘅不足，咁咧而咧。例如另外一種方法就係揾翻日本導演嚟過嚟拍，咁咧佢邵氏好中意即係其實今日好多人都知噶啦，即係都好多人講過，譬如楚涵都講過，咁咧楚涵寫過文章，寫過好多文章都講過啫。佢專門揾一班日本導演過嚟香港，用一般咧佢又會叫佢哋做改個中文華人嘅名，但係除咗一個導演咧就唔肯，那個導演叫井上門次，井上門次堅橋，我叫井上門次，你就要出我名。咁有咪其他咧？就佢改個華語片華人名啦。咁日本人喺華人，由於抗戰歷史，大家唔好喜歡嘛，咁樣咁咪改啦。咁但係其實咧，但係曾秀梅咁咧，譬如曾秀梅接拍咧，佢話唔緊要，你曾秀梅接拍翻你以前喺日本拍過戲得噶啦，你拍一個重拍嘅華語版得噶啦。好似佢有部叫做《青春古王》嘅，咁咧曾秀梅接幫邵氏拍《青春古王》，根本就係佢喺日本拍過一次噶啦。咁嗰部戲咧喺日本版咧就係阿石原裕次郎做嘅，咁由佢拍完之後咧，後屘曾秀梅次再翻咗日本咧，佢自己都重拍咗一個日本版，就應該我冇記錯應該係近藤真彦做，咁咧就而咧唔單止曾秀梅次，咁另外咧譬如其他啲導演咧叫做有個叫鐘平康，鐘平康出名嘅，咁咧應該就係鐘平康曾經拍過一部叫《瘋狂的果實》，係日本所謂日本三郎朝期都係好重要嘅作品，就叫佢哋拍翻。就所以拍咗部嘅狂戀之，就有胡燕妮同阿楊帆做嘅。楊帆一個由台灣嚟嘅明星，係嗰個年代嘅啫。唔係攝影師，唔係導演嘅楊帆啦。邵氏咁樣再基本上係大量重拍。咁有冇另外一種就當除咗重拍之外咧，咁啊邵氏亦都有始終有佢創作嘅地方。咁就咧改編啦。咁啊伊達啊瓊瑤啊都有改編。咁咧伊達就改編《除了天外》，瓊瑤都改編咗三部嘅，其中一部相當。即係拍得身都幾好睇嘅，就叫做船啦，就阿陶秦改編嘅，咁都我都幾中，我覺得都幾好嘅。咁啊，亦都咁另外一個最有創意嘅，其實咧就係張徹，張徹嗰啲咧就少重拍啦，咁咧就真係有創意。咁但係呢個已經係武俠片嘅階段。啊，佢仲有一條橋嘅，就係佢哋有幾部戲咧，其實咧開頭拍武俠片啊，邵氏係攞金庸嚟抄，不過咧唔出金庸嘅名嘅。咁咧開頭嗰喺啱啱佢張徹未成名之前咧。咁咧就嗱，將神其實獨臂刀咧本身都係攞咗《神雕俠侶》嘅一個關鍵情節咧，再重新 develop 出嚟嘅 develop。咁啊有其實另外一啲咧，其實抄到足嘅，有部咧叫《神劍鎮江湖》，就係、是、將《倚天屠龍記》開頭張翠山去做嗰段拍咗去啦。另外一部最好笑，有一部咧叫《魚俠》，魚俠咧魚咧就叫做魚一個魚生畫嘅身上有咩咧？有本書。咁樣合身就有咩？有把劍咁其實就有咩書劍，魚合就係書劍啦，就六嘅嗰把劍啦。咁呢個你唔講我都唔知啊。我甚至我就睇獨臂刀，我即刻諗起劉德華嗰、那個即係嗰個小龍女同短臂啱，係佢短臂。係係啊，我就一諗就諗到個形象，但係接近嗱咧，基本關係都有，但係咧，我哋都要強調一次，即係咧係一個 video 呢個係最創係佢個重新創嗱。魚俠嘅抄嘅程度係好高，對書咁嘅抄嘅程度好高嘅。但係獨臂刀係真係重創作，佢嗱最關鍵嘅場面，阿師妹小氣嘅師妹，心高氣有師妹，縱容嘅師妹，有諗過咩冇修文冇當然國父嗰陣斷臂咧，嗰場面係接近嘅。但其他嘅咧係完全 redeem 重新 develop 嘅。嗰、那個有啲即係個師傅有個接近父親一樣嘅咁嘅形象都係有嘅，但係咧。斷咗臂之後，或者斷臂之前嘅前兆，或者斷臂之後嘅所有發展都係佢屬於佢嘅。咁咧，我哋即係咧猜上嚟咧，佢所以我通常叫金庸可以告佢，當然佢冇告啦，係一回事。咁但係咧，從創作角度咧，佢有佢嘅創作嘅地步、創作嘅成分，令到佢變成一個 unique， 即係屬於佢嘅電影嘅咁樣獨臂刀啊。今日嘅説話嚟講。今日嘅話就叫 inspire， 因為我睇張徹嗰本書咧，佢。是對金庸非常之歌頌嘅，佢話即係佢識得嘅人最聰明嘅人排第一係金庸，第二先至係邵逸夫同埋阿 Raymond， 即係阿周文華。
第一佢話最聰明，佢最仰慕，即係最佩服嘅人係金庸。我相信佢應該可能喺個人上面，佢應該睇曬佢啲書，受佢啟發，咁跟住自己再改編。我又覺得未必所以受啟發，因為張徹同金庸係有差距嘅，所以咧張徹需要金庸係因為好關聯嘅事，多少形勢所逼嘅。《獨臂》都唔係一部完全反映張徹嘅創作理念嘅戲，就因為可能嗰時已經係有一階段佢改編一啲嘢，佢就係改編抄翻舊嘅，再同金波照真嘅。《江湖奇俠傳》講火星同吳子呢啲咧咁老舊嘅咧，作為武俠邵氏武俠片嘅開場咧，其實已經失敗咗之後咧，邵氏之後於是咧喺係即係亂石頭林，佢又改編翻咩七合四二啊，有七五年嘅傳統武俠小説啊咁樣嘅，咁亦都嘗試用即係有用金庸改編。咁但係張徹成名之後咧，其實張徹嘅風格咧同金庸係好大差別嘅，即係佢由佢成名階段。直至到佢後尾再離開咗自己搞騰訊公司，再翻嚟嗰陣時，佢先正式改編金庸。咁咧嗰陣時講緊佢真係改編金庸，但係咧張徹自己嘅中意風，而咧佢改編金庸咧係有缺陷嘅，有佢嚴重嘅缺點嘅。正因為佢嘅氣質同金庸係有差別嘅，咁所以張徹其實佢嘅成就最有成就啲戲咧係同金庸反而冇關係。嗯，好，這個我們下集會再講的，因為我們下集是主講這個邵逸，即是邵氏的武俠片，所以就一定會講到張徹的。好，所以現在暫時不講住先，那不如我們之前講過這個電懋，它最大的特色就是雖然它是即比較一些現實片，時裝片，但它呢經常是 create 一個很現代化的，或者 是我們華人共同去想像的一個理想世界，可能是將來我們大家一起共同這樣發展，就會變成一個這樣城市都市化現代化的社會啦。咁邵氏咧，嗱你就都有講，佢有拍粵語片，亦都有時裝片，咁佢亦都有林鳳啊，即係依啲靚女依啲明星。咁但係其實佢最特色嘅片咧，就係依啲時裝片，即係同電懋嗰啲好唔同嘅。你就提過噶啦，其實之前就喺黃梅調嘅片啊，即係受北方影響嘅。咁你正話講咗話好多黃梅調係咪其實佢都係重拍以前啦、啊，定係佢即係之後？佢重拍之餘，但其實佢都有很多變革，有很多變，即係有好多新的元素在裡面。係黃梅調。咁首先咧就是我哋會邵氏第一階段，即係咧作為一個公司形象啦。咁當然咧，佢一定有一路有，其實佢哋片種當然唔會單一片種啦。特別佢公司新生啊咁，即使以六十年代初嚟講，佢嘅生產人都唔少。咁所以咧，佢片種唔會單一片種。譬如我哋一般講嘅所謂時裝文藝片係。或者以時代曲的時裝文藝片作為一個中國整個電影的一個最重要的主流的話，邵氏一路拍。當然其中我們舉一個很出名的例子，當然是林黛關山做的這個《碧了情》，黑白片裡面的歌，就《忘不了》《忘不了》大家都會識唱，都會聽過，這個一路有存在。而且邵氏一路有拍這些文藝片，而且提示安源啦，呢啲都係傳統嘅文藝片，就一路拍，然後都後尾亦都揾個圖純拍一部所謂史詩式文藝片，就是、藍與黑啦，都係講一個女仔嘅，即係好多好多嘅經歷啦，咁樣一個愛情為基礎嘅經歷啦，咁樣嘅。咁佢哋都有呢條路線喺度遊，但係邵氏作為一個起，即係咧起朵應該係叫個名氣著星，而甚至咧主導咗市場嘅一個階段咧，其實就係佢就喺黃梅調電影啦。咁其實黃梅電影後尾就當佢成功咗之後，我補少少即係電懋都有拍嘅，但唔知點解電懋啲黃梅電影係唔紅嘅，啲歌亦都唔好唱嘅。咁咧係其實音樂有關嘅，個音樂樂師啊，姬昌堂電懋姬昌堂嗰啲歌咧係好難唱嘅。咁而邵氏嘅歌咧係多數即係咧，雖然凌波嘅震撼好，但係咧其實就算普通人我哋都會可以朗朗上口跟住唱。咁 OK 回翻邵氏黃梅調電影當然有個過程啦，咁咧就首先係由呢個貂蟬第一部啦，咁即係然後跟住咧，佢又陸續拍咗嘅就當然係到1958年係貂蟬，咁1955年另一部出名嘅戲咁咧。其實如果講早期邵氏最出名應該對即係咧 Everlasting 嘅兩部戲咧，邵氏兄弟公司達邵逸夫主政之後咧，一部當然就係《江山美人》，另一部就係呢個《梁山伯與祝英台》。1959年就係《江山美人》啦，就係、是。林黛做呢個鳳姐，咁然後趙雷就做皇帝啦，正德王啦，講呢個鳳姐嘅故事。咁咧佢啲歌亦都係非常之出名，大家朗朗上口。遊龍戲鳳啊，咁嘅情節啊，咁都係即係所有華人世界都耳熟能詳。咁我相信好多人
就算你是廣東人，你有機會聽過，你都總會覺得啊，我想講呢款我聽過，聽過，聽過，明白？胡金泉做大喉啦，明白？咁另一所以李程飛式嘅一個江山美人啦。咁之後咧，李翰祥嘅成功咧就已經係注定嘅啦，即係好明顯嘅啦。咁於是咧，嗰個做法就點咧？於是由李翰祥咧就帶領一個就幾乎一個小組一樣，李翰祥咧。就佢可以委任一班屬於，雖然咧佢未必教掛監製嘅，但係咧佢啲實佢李翰祥有班手足，即係咧佢覺得可以做嘅跟佢嘅做咧，譬如高立啊等人咧，佢分一啲戲咧唔係部部都李翰祥拍啦，咁咧佢可以叫高立拍呢部咁樣拍一部《鳳凰巢》應該高立，咁咧佢可以分配佢嘅黃，即係黃梅調呢條 line 就係李翰祥主理㗎啦，咁於是咧李翰祥可以分配一啲黃月丁咁樣係咁嘅人咧去拍一啲屬於佢哋中嘅黃梅調嘅戲，咁咧就。咁於是咧，幾乎咧邵氏咧就變成嘅，但係咧又唔係黃梅調，李翰祥唔係控制手，就幫黃梅調嘅。岳峰都係拍啦，岳峰又拍咗《白蛇傳》嘅，咁都係一個幾大製作啦咁樣嘅。咁就於是佢陸續續有其他人分一啲配音嚟啦，但係咧李翰祥仍然控制一條 line 就可以去委任佢嘅佢專屬嘅中意嘅導演人佢助手咧去拍黃梅調戲。咁咧李翰祥變成就好大嘅生產，幾乎有一條生產線咁咧，專生產黃梅調電影。唔知咩黃梅調咧？就當年嚟咗當時嘅最主要嘅市場啦。咁當然啦，首先係江山美人，然後跟住1963年更有呢個梁山伯去張台。梁山伯去張台就捧紅咗凌波，凌波因為演梁山伯而唱得太好聽啦。咁於是咧就喺台灣就成為一個好大嘅，即係咧係當年嚟咗台灣市場啦。咁邵氏就終於喺台灣咧就企一個好堅實嘅市場嘅基礎啦咁樣嘅。邵氏好大嘅特色咧，就係咧，邵氏如果個電貌係以一個理想化嘅未來都市生活為主要嘅形象咧，邵氏我哋都要講嘅啦，即係佢我一個市場係已經決定咗，一定要拍到每個區域每個唔同嘅區域，而家區域係相當大嘅 variety 嘅，即係好大嘅差別嘅，因為佢有星馬嘅背景，部分越南啦，我相信啊，嗰陣時應該咁仲係有嘅，咁同埋有香港、台灣都係三個唔係完全發展一致嘅社會，而佢都令到各個地方嘅人都要同感受到呢種戲嘅魅力嘅話咧，你一定要塑造一種都係共同咧。如果塑電貌係塑造一個未來式嘅理想都會世界，而大家都係去現，即係大家好渴望嘅生活咧，邵氏係共同塑造一個理想式嘅國未過去中國。呢、这個過去中國不一定是真實的中國，但係佢起碼咧喺個中國呢個才子佳人的愛情故仔裏邊咧，佢呈現一個在歌唱很優雅、很古典、古雅，而咧啲嘢好金，亦都係種古典式的金碧輝煌、古典式的雅致動人嚟感覺感受，即係有所有喺唔同嘅地方，中國人咧都有一種叫。缅懷佢嘅 nostalgic 嘅懷鄉嘅感，滿足一種懷鄉嘅感覺。而種懷鄉嘅感覺唔一定係真實嘅佢哋鄉下經歷，而咧係一個古典呢、這個古典中國係一個美化咗嘅古代啦世界，可以變咗大家可以覺得，因為嗰啲係民間古仔，係大家耳熟能詳嘅古仔。花木蘭邊個未聽過，或者邊個唔會一講就明啦咁樣啦。但係佢呈現嘅係用佢嘅好嘅製作、動聽嘅歌曲，通過一個。即係接近舞蹈的片，當然佢唔係黃梅調，唔係喜曲片嚟嘅。黃梅調佢唔會跟翻羅鼓嘅咁樣嘅，冇羅鼓配合戲曲嘅好誇張嘅嘢嘅。一般嚟講，個大半情況都係佢用話劇，雖然佢都會有少少詛咒咁樣嘅，用畫白話式嘅對白啦咁樣嘅。然後到關鍵時刻，佢會唱歌抒發感情嗰時會唱歌啦，或者敘事佢用唱歌嚟敘事啦咁樣嚟推動個故仔咁樣嘅，嚟介紹劇情咁啊。咁但係通過呢、這個。大家耳熟能詳嘅故事，去營造一個大家享受嘅喺呢個戲裏邊，喺呢個電影世界裏邊享受一個我哋共同擁有嘅一個美化咗嘅理想過去式嘅古代嘅中國啦，作為自己文化嘅即係共同感應嘅每一個地方都係共同感應到感情啦，係嘛？咁嚟構成嘅嘛，所以呢個階段嘅即係邵氏嘅戲就係、是、所以係最殺食嘅話，最主流最。呢批黃梅調所提供嘅感情嘅因素就喺度，所以佢點解可以叫成功係喺成個唔單止講你講好多次，但係永遠都係強調就係唔單止係一個，因為絕對唔係淨係滿足香港人嘅戲，
即係趙趙阿黃嘅嘢，滿足唔同地區嘅華人，所謂華僑離鄉別井嘅華僑之後，佢對中傳統中華文化知道稍有認識咧，佢依然都會感應到佢粵戲裏邊嘅感情，甚至落得一啲好特異嘅、好獨特嘅娛樂嘅感受嘅電影啦，咁樣係就成為一種流行文化，各地都可以，各地華人都係同時感應嘅，咁啊呢個係最緊要嘅嘢啦。我亦都係補充少少嘅，因為咧。除了呢個部分之外咧，其實邵氏除咗黃梅調戲之外咧，邵氏拍古裝片，因為通過佢嘅製作好啦咁樣嘅，佢嘅亭台樓閣啊，都係李漢祥主嘅，而李漢祥當然對中國文化又好有認識啦。佢係美術出，讀美術出，亦都係讀美術出身，讀畫畫出，古畫出身。咁咧，亭台樓閣如果有音樂咧，佢當然音樂係現代化咗噶啦，佢嘅所有黃梅調係現代化咗，亦都有重新作曲噶啦。咁咧，亦都係喺古裝上面咧，剛剛搭嘅景又靚啦，以前嘅所從來中國嘅電影製作都冇達到邵，即係邵氏嗰陣時係當時嘅最前進嘅製作水平。於是佢拍一個打，無論佢打一個古代嘅亭台樓閣景，搭一個屋內景、外景都係你睇出嚟嘅畫面上面都係漂亮嘅，都係宏，即係唔一定要宏偉，但係咧即係要個感覺係個感覺好真實嘅咁樣。咁亦都味好有古典味啦。李漢祥嘅叻咧就係佢唔係就係黃梅調戲嘅，其實佢有幾款嘅，即係咧，譬如佢中意拍古裝嘅，譬如《倩女幽魂》就唔係黃梅調戲嚟嘅，冇唱黃梅調嘅，成部戲就係古裝對白嘅啫。樂毅同阿趙雷做嗰部嘅，趙雷做靈彩神，靈彩神啦，樂毅當然做聶小倩咁樣啦。咁你有李漢祥中意拍嘅叫古代歷史劇嘅。咁咧，譬如佢有楊貴妃、武則天，本身都唔係黃梅調戲。楊貴妃唱兩三首歌，但係咧唔係黃梅調戲。咁啊，都係古裝嘅宮廷歷史劇。咁咧，所以咧，邵氏嘅整體嘅形象唔係淨係古裝個所謂共同擁有嘅一個宏闊深邃嘅過去，唔係淨係憑呢個黃梅調戲嘅，亦都包括其他古裝片嘅，包括即係好似你啱啱講嘅李漢祥嘅一啲古裝宮廷劇啦，咁樣係同埋一啲甚至古裝嘅古裝戲啦，都係一個整體形象嘅。稍後咧，黃梅調戲開始沒落啦。咁其實邵氏有多因素嘅，咁就邵逸夫亦都覺得想拍，根本就無論沒唔沒落咧，佢根本就都想拍武俠片。於是咧就講又於是就強調拍武俠片，依然係一個古裝，但係呢個古裝又唔同嘅。呢、這個古裝咧就叫。即系咧，呢个虽然系古装戏，表面上都系一个所谓传统文化，但系咧，其实呢个古装对内部咧，佢某程度佢讲嘅古仔同埋讲嘅感情咧，都系一啲所谓古代流落，即系传统中国嘅内嚟嘅所谓感情故事啦咁样。咁但系咧，古装武侠片虽然武侠片咧，特别系经过张弛之后嘅武侠片咧，佢实际系讲紧一个喺竞争剧烈世界里边点样去表达自我嘅。是完全另一種，表面上是古裝，實際咧，佢係注入了很多所謂現代人的意識喺裏邊。咁所以武俠片是另一種嘢嚟。當然佢哋講好多刺激嘅打鬥係，即係黃梅戲，亦都係屬於一種即係比較現代啲所只能夠接受嘅一種嘅對電影嘅處理啦嚇。雖然其實好多人都會根本會中意睇，但係咧作為拍電影嚟講咧，好似咁激烈嘅打鬥同埋咁激烈嘅強烈嘅戲劇矛盾或者咁強烈嘅鬥爭方式咧，喺傳統嘅中國戲裏邊，即係全成個中國戲嘅電影傳統裏邊咧，都係缺乏嘅。即係無論古仔又好，個歷史故事又好，因為咧，其實呢件事係影響到邵氏嘅發展嘅咁樣。咁啊，補翻少少嘅經歷就係李漢祥嘅離開啦。咁啊，頭先引入都之前我講電幕話，即係都講過就係好李漢祥我今次一定要講李，因為李漢祥係一個非常重要嘅人物，因為邵氏嘅。如果單以票房嚟講，邵氏嘅江山的確係由李漢祥打出嚟。而李漢祥嘅位置好獨特嘅，我曾經講過，李漢祥一出身唔係邵逸夫發掘出嚟嘅，李漢祥係喺邵逸夫喺邵氏父子發掘出嚟，已經有地位嘅。邵氏嘅李漢祥已經有地位建立。咁咧，而咧邵氏嘅初期嘅每一個關鍵嘅發展嘅票房嘅發展都係李漢祥，但係我啱啱頭先講嘅江山美人同埋呢個。梁山伯章台都是李漢祥拍出嚟，但李漢祥咧成日种感觉咧，第一老子天下第一啦，当然是如果讲票房实力，我哋睇武则天知嘅，武则天直情系自放嘅，即系李漢祥系讲自己，我
主政之後，哇！呢、這個民生幾豐富啊，咁樣係真係其實講自己啫。你話我咩靠咩出身有乜所謂啊？我而家做皇帝就做得最好就得㗎啦咁樣。李漢祥咧，但係咧，李漢祥事後好多年之後成日投咗就係覺得石夫好似唔係好尊敬自己，即係石夫最總係想覺得，即係咧，起碼同李漢祥自己嘅觀點就係、是、石夫總係想覺得啊。屠秦惡風，因為佢哋個輩份高啲咁樣嘅，咁同就嘅，好似特別即係中意佢哋，而唔係即係特別有種禁愛咁，即係去壓制佢嘅感覺。咁而更加重要咧就係咧，其實周文懷，因為咧其實咧，你話即係咧，周文懷主政之後，白石圭諗住咧，就我哋唔係單一黃梅調咧，我哋應該即係已經開始要引入張徹去幫佢寫劇本啦。其實已經搞緊武俠片，呢個時候係完全係唔中意武俠片呢樣嘢。佢係覺得，喂，我本來喺度大曬喎，呢間武俠片係咪睇即係想作惡？即係當然啦，佢唔係即係老闆係石夫，咁係咪想搞一啲即係覺得係驚我唔中意我？咁你既然唔想我趁我呢個時候我仲咁威，我走啦。於是咧，所以點解咁容易嘅？因為李漢祥係對呢間公司個走勢咧係明顯覺得。呼風喚雨嗰陣時真係我諗梁山伯與天台嗰個階段真係係佢嘅成個邵氏權力嘅頂峰，真係呼風喚雨之下，我點解要委屈自己咧？係咪？應該成間公司都環繞住我啦咁樣。而咧，我真係不過你而家係咪想覺得想飛我先？咁於是咧，既然係咁，而邵咁咧啊，電貿公司阿陸運圖話，不如我哋搞公司。於是咧就交引到佢啦。於是李漢祥就離開啦。咁李漢祥就決意離開。就去跟佢去，然後去咗台灣搞國，咁令到大將出走，於是邵逸夫咧更加要去培訓，無論第一係要改朝換代咧，揾個由周文懷下一線下有張徹佢哋，要培訓一啲所謂新嘅導演出嚟咧。一方面舊嘅導演固然要留保留喺度繼續拍啦，但係咧要培訓一個新嘅可以擲埋咗導演，於是咧從各個人製作力佢都會，即係本來已經有意向搞，於是咧就一路都要搞一個。武俠片出嚟，而結果就訓咗另一個新嘅大導演出嚟，就係張徹啦。培養出咗大導演嘅張徹，但係唔止嘅。邵逸夫其實咧，其實好得意啊。邵逸夫嚟到咧，佢係某個情況要改變曬成個遊戲規則，因為咧以前咧明星大，稍似一個叫做導演大，有時係大嗰間電影公司嘅，因為佢嘅地位。嗰陣邵逸夫嚟到咧，阿邵李仁祥都講過，邵逸夫都要受啲所謂明星嘅戲或者。明星的阿媽，因為嗰陣時冇經理人公司，明星媽嘅戲，咁咧就咧俾人淋揾走豆頭，照頭淋都試過咁樣係，咁咧咁羞辱，但係咧石夫忍咗佢，咁咧但係咧石夫就覺得，即係咧石夫就話邵氏公司應該係老闆大，即係電影公司應該係老闆最大，我間公司係我老闆，呢個邵氏影城係一個王國嘅，我係皇帝，我先至係皇帝，於是咧，所以佢咧就唔單止要，所以佢有一個即係。佢有一個培訓自己明星嘅計劃啦，咁樣。固然佢寧波係一個意外地發掘出嚟嘅，樂替係外邊即係又調翻，即係揾好我搶翻嚟嘅。但係都係喺佢成名，即係雖然都係李行就發掘，但係咧邵逸夫更加想嘅就係咧，我培訓一啲明星，而且咧我要好平咁樣，而且咧間公司嘅運作咧，我既然要高人生產咧，我不單止要培訓啲明星，而且啲明星可以長，於是咧。他就開始搞所謂南國訓練班，就培訓一班新的明星啦咁樣。咁咧南國訓練班是成功的，咁因為後來很多所謂邵氏人才，包括第一期的岳華啊、鄭佩佩啊咁樣嘅，有些不是訓練班，但係都係麥兆培養出嚟的，譬如何麗麗啊咁樣，黃宇啊、羅蝶啊，咁有些訓練班，有啲唔係訓練班啦。咁咧江大稍為江大地方都慢慢訓練出嚟，即係呢批人捧紅咗之後咧，咁咧邵氏咧就用一個很獨特的方式就係咧，你紅咗之後咧。我用一個，因為我大公司，咁咧我用咗一簽你，你未紅之前咧，我已經簽一個好長嘅合約。我係大公司，咁咧就我就加你，我你紅咗之後，我會加你人工。不過我絕對唔係加一個市面上合理嘅人工，你嘅新價值嘅人工咁樣。咁咧就係，但係好多時咧就因為合約綁住佢。如果你唔聽話咧，覺得你有疑心咧，我就喺你我就喺你合約未完之前咧，就已經雪藏你，等你係紅星又唔紅星之後咧。咁咧到你真係出到去嗰陣時咧，你已經唔紅啦，你又已經變翻有我呢個零，我變你可能我因為捧紅你可能值一百，但我俾十你、二十你、三十你 ，OK， 你應該你要滿足。如果你一滿足咧，我就雪藏到你變翻到零，
呢個邵氏就話即係變翻到十，變翻到五咁樣啦。呢個邵氏嘅策略就成為一個長期策略。呢、這個策略咧，唔單止係邵逸夫喺邵氏咁做啦，咁而且到咗後期咧，到去到呢、這個TVB 電視嘅時候都係咁啦，誒都係咁做啦。呢、這個長期係啦，佢箍死咗啲明星，箍死曬啲歌星啦。亦都好多導演都係咁嘅。咁好多導演都係用呢個方法嘅。咁一紅咗之後，佢都係即刻簽好啦合約嘢啦，就你永遠都還唔到債嘅，真係。你都還唔到嗰啲片債嘅，有啲片債都一路爭公司。咁但係咧，到咗後期都即係十年代個競爭世界唔同咗，嘉禾同埋後以後嘅新藝團公司都冇咁做啦。咁又另一個故事。咁但係咧，邵逸夫喺嗰個階段咧，就的確係用呢個方法咧，成個世界就邵氏已經成變咗一個邵佢嘅真係王國啦咁樣嘅人。咁咧喺裏邊係呼風喚雨。咁咧佢有佢好好勁嘅製作水平，每一個部門都有專門部門嘅服裝。最近有個美術展嘅美展嘅展覽咁，佢哋花咗好多功夫去了解邵氏，佢哋都驚嘆邵氏嘅即係製作之規模之勁。譬如每套衫借出去都有個嘅四個紀錄嘅紀錄啊，等等道具等等都係好誇張。亦都好個制度係即係今日幾乎係喺香港固然冇啦，我唔知道中國大陸嘅情況係點啦。有一個咁好嘅制度咁樣咧，咁呢個就係邵氏嘅輝煌嘅業績啦。咁啊～咁啊，當時我可以舉一啲所謂第一代嘅明星，即係作為就好似介紹電影咁樣，同埋導演啦嚇。咁當然啦，我係講緊第一代。咁第二代我哋會喺武俠片之後再講啦。南國訓練嗰班我今日唔講噶啦，今次唔講。嗰啲導演咧當然最勁嘅，即係以票房論票房咧，我覺得其實以地位嚟講都係嘅。李行長當然係邵氏第一階段最代代表性啦。咁你話實際最有實力嘅，譬如陶秦啦，都係非常之有實力啦。咁陶秦好多戲都係令人。即係都係令人一係值得欣賞。咁另一個當然係岳峰啦咁樣嘅。咁稍後咧，李克強嘅後期咧，咁樣佢有個拜把兄弟就胡金銓啦。胡金銓喺拍武俠片嗰陣時候就拍咗部《大主俠》啦，係成功。然後跟住佢又好似李克強一樣，就即刻離開邵氏，就過咗去台灣幫聯邦公司拍戲啦。咁啊，同期其實仲有啲嘅，咁日本電影有日本導演有掌上回志啦。另外有個都幾長期有拍戲又，我唔係好特別中意，但係譬如何夢華咁都算一個非常之長期有拍戲嘅導演啦咁樣。另外秦劍後尾離開江藝之後，亦都喺度少時拍啦，咁拍咗啲文藝片啦。咁但係今日睇翻都難免有啲唔係佢最好嘅階段啦。咁明星方面咧，就女明星當然最代表性邵氏咧，其實林黛咧喺電視公司唔算，即係咧。唔算好有代表性嘅，咁林黛就做咗呢個邵氏嘅代表性啦，因為佢不了情林一都係佢啦。咁其實仲有其他戲都係犀利嘅票房嘅啫。但係咧，我有時真係忍唔住咧，就要講下一啲在亞洲影后嘅問題。林黛真係世界，即係有啲其實咧嗰陣時嘅影展咧，以邵氏電話嚟講，都係參加啲亞洲影展、亞洲地區域性嘅影展啦嚇，就唔會上除咗李漢祥嗰部戲去過康城攞個所謂特別技術獎就係、是。楊貴妃定係抹得癲啦，攞個特別嘅抹攞特別嘅獎之後咧，第一地區影展咧，真實咧係受大公司控制嘅。好多人講翻噶啦，包括蔡瀾嘅回憶都有講翻，李漢祥都講咗。我有時我作為一個歷史人，我唔會提任何呢啲影展嘅作為嗰個人嘅某啲成就，因為嗰啲呢成就係假嘅，你只係代表一間大公司喺嗰個影展上面嘅勢力嘅啫。包括呢個世界嘅影展裏邊嘅名譽，唔係真係憑一個公平。評審的結果嚟，你只是反映了公司用了多少力在某邊個位置，在分豬肉之食或某種分豬肉情況之後翻出嚟，我不會提呢啲。但係林黛都是做得好的係咪啊？唔係做得好係一回事，做得好一回事。但係佢點解會得獎係同好唔好唔一定有關係。正如李青都得過亞洲影后嘅，李青嗰部叫做好似得獎嗰部應該是《虞美人》，唔係後尾佢代表作《珊珊》咁，完全唔值嘅。但係。佢係少少俾佢唔俾佢咯，我領展佢只要夠，即係佢要喺呢個落班俾佢俾佢。咁啊，再補回翻啦。咁樣邵氏嘅女明星當然咧，其實林黛同期咧，你就話依然係天王巨星嚟嘅，咁所以你又話都係孭好多邵氏嘅戲啦，咁樣係。另外同期當然有樂蒂啦，咁樣係樂蒂就係古典嘅人啦，就拍古裝片出名啦，喺邵氏拍幾部古裝片都係出名嘅。亦都係代表性啦。樂蒂本身係長城公司嘅演員嚟嘅，咁咧就喺即係左派公長城公司出身嘅。咁但係咧，喺長城公司就
長城公司咁多公主，又大公主夏夢咁樣係，咁啊夏夢做主角，羅太永做丫鬟嘅，咁咧所以咧就毫無發展，但係一個邵氏就可以大紅啦，咁所以其實真係羅太過去邵氏又有佢嘅道理咁樣。咁稍後有一個跟住羅太之外，咁樣當然啊，唐三藏亦都有凌波啊。凌波當然係一個女性嘅明星啦，但係有時我會講笑就係、是、凌波實際係一個男明星嚟嘅，因為咧。在黃梅調戲裏面，多數都是反串的咁樣嘅，而且佢嘅反串是比男明星更加吸引，即係佢係一個比男明星更吸引觀女性觀眾嘅男明星，男角色啦，佢演嘅多數都係當時嘅無論文藝片或者咩嘅氣質，都係期望咗呢種咁嘅帶有一種陰柔性嘅氣質啦，對個男性嘅形象咁樣嘅。咁而且睇翻邵氏嘅男明星都係嘅，男明星邵氏男明星最出名嘅應該有幾個嘅。趙雷啦，關山啦，關山本身就係左派出身啦，就係長城公司啊，袁永安發掘做阿 Q 正傳，咁但係佢喺留喺左派公司都冇乜運行噶啦，咁啊於是咧就過到邵氏，咁啊大紅啦，咁啊關山後尾就首先喺邵氏紅啦，咁樣就不了情係佢啦，林旭都係佢啦，咁佢林但係佢唔止配林代嘅，關山演好多文藝片，基本上係邵氏第一嘅文藝小生咁樣嘅。時裝的文藝小生，咁由後尾冇記得就到六十，應該係到六十年代後期，七年代初到就開始脱離邵氏，咁就去咗台灣，喺台灣發做好多戲啦咁樣嘅。咁啊，另外趙雷就係所謂皇帝小生，就係專做皇帝多啦，咁樣古裝片多。但係趙雷係一個階段性嘅啫，後尾佢係其實係到咗六年後期去咗呢個國泰公司做武俠片嘅。然後仲有一個叫喬裝，喬裝咧就係、是、都係左派公司出身嘅，又係。做男明星啦，咁然後就後尾先轉過去邵氏咁樣，係又係喺左派公司長城鳳凰啊，完全冇發展機會咁樣，係咁於是佢先過去嘅，咁就都做過主角啦，咁又做過默片啦咁樣嘅，有段時間都有都唔少戲，仲有一個高遠都係啦，高但係高遠就比較遲啦，高遠係基本上冇武俠片興咗之後。基本上好似幾乎六十年代尾佢先過去咁樣嘅，先過去邵氏嗰邊咁樣嘅。呢班就係第一代嘅，即係邵氏早期主力嘅明星啦，咁樣係。咁啊，亦都舉少少例子啦。其實今日已經講咗好耐啦。咁啊，頭先好多人都講過啦。咁邵氏呢個階段有最出名啲咩戲咧？就《江山美人》啊，《不了情》啊，同《三百兩青台》啦。另外李漢祥嘅戲咧。其實我覺得呢個階段除了兩部黃梅調戲之後咧，其實有一部戲是很重要的，或者本身亦都水平很高的，就是武則天。因為武則天有少少即係自我表述嘅，即係佢強調自己的不了情就係、是、時裝文藝片啦，就杜淳德啦。李漢祥最有代表性的一部戲就是武則天，因為咧佢拍的唐代係的確係好有佢喺美術方面是有同以前的不同咧，因為佢有唐代特色。咁而且如果拍出武則天呢個個人嘅魅力嘅，咁李漢祥好得意嘅。李漢傳統嘅文藝片咧，即係我上次用一句表達過李漢祥嘅電影嘅特色咧，就係傳統嘅文藝片咧，就係話咧表面上係壞女人嘅話，實因為佢哋壞咩叫表面上壞女人就係咧出嚟以色相如人嘅，無論做歌女做舞女、歌女、妓女，原來係好女人嚟嘅，喺正愛情上係最堅貞嘅咁樣係。咁咧，但係佢雖然傳統文件最大最重要咧，就係呢個橋段啦，就係、是、表面上壞女人骨子裏面咧係聖女一樣嘅好女人，呢個咧，所以佢就值得欣賞同埋同情。OK， 呢個係一個絕大部分文件都係講緊呢樣嘢，即係嘅女主角都係咁。李漢祥唔係，李漢祥係講呢個壞女人真係壞，不過佢都係值得同情。呢、這個就係李漢祥嘅特色，因為咧佢講啲女人咧的確係做壞事嘅喎，唔係嗰啲所謂。犧牲自己嗰啲妓女喎，佢唔係表面話佢真係做壞事嘅啊，但係咧佢都係值得同情，因為咧喺個男人唔係男唔做唔擔男人嘅啫，呢、這個女人當要負起挽救家庭啊嘅責任嗰陣時咧，或者挽救佢要做一個，佢一定有一個 survivor， 即係一個生存者嘅意志，佢先至可以留低落嚟。呢、這個壞嘅環境之下，女人唔變成壞人，即係佢呢個環境造成之下咧，佢先係咁壞，所以。只能喺一個只能夠壞嘅情況之下，佢先可以生存嘅。佢就於是變成壞女人。呢、這個但呢壞係依然係一個風采，因為咧佢有佢佢李漢祥強調呢種女性嘅生存意志，係嘅意志同埋嘅光芒嘅勢力。咁所以李漢祥嘅女性
一方面佢當然佢整體而言咧，佢仍然喺個所謂文藝片，就無論古裝片或者時裝片，佢係文藝片嘅傳統裏邊嘅一個產物。嗱，即係佢依然係跟從，但係咧，佢係一個傳統文藝片嘅一個好得意嘅改革者。但係咧，張徹係一個文藝片嘅革命發翻嘅啫。我要推冧成個文，我唔要成個文藝片，我唔要，我要武俠。OK， 兩個時候我喺文藝片裏邊。但咧，我係喺一個關鍵位咧，改變咗成個文藝片嘅一個最核心嘅情嘅女嘅主角嘅設計，幾個情節嘅設計。咁呢個係李行常嘅作為一個導演嘅一個最大嘅特色啦咁樣。咁呢個階段其實難免都主要係數李行常。咁啊，但係其他嗰啲亦都有啲導演就有佳作啦咁樣啦。濠秦係有唔少好戲嘅。咁啊，頭先講過咩啦？南苑黑啦，北苑情啦，全啦都係佢啦嚇。我另外有一部戲都覺得幾好嘅，咁誒喬裝應該叫《明日之歌》。咁《明日之歌》係阿喬裝做主角，凌波做女主角嘅咁啦。但係嗰部戲係好係個人嘅，因為佢講戒毒嘅咁樣嘅，咁有一定社會現實嘅。對我嚟講係一個人，因為咧嗰首《明日之歌》佢真係有首《明日之歌》，咁咧就係嗰首歌好聽嘅，你有 YouTube 去 search 咁樣。那個不同的版本，那個勵志版，但我係中意一個叫頹廢版，就係佢話我哋聽日你要我寫首歌去歌頌明日，咁咧，但係咧，聽日嘅花係咪會香嘅咧？聽日嘅酒係咪一定會甜嘅？我唔知噶。咁咧，其實咧，嗰首歌係好頹廢，好負面，即係表面上嘅歌詞好頹廢。咁後面佢有首歌咧，就叫做咧，但係咧，我嗰陣時咧就最中意聽，我喺去台灣之前咧，最中意聽嗰首歌。因為我喺嗰陣時喺香港，我最感受到就係聽日，我都唔知點點，所以咧，我係好認同首歌嘅歌詞。有機會真係，我覺得好多朋友有機會真係可以喺 YouTube 可以揾到聽到，但係要聽男聲版個男人嗰個版本，因為嗰版咧係頹喪版嚟嘅，係好黑暗嘅，好對前景冇希望。你嗰陣時咧，但係你會好認同嘅，你今日聽或者咧。甚至其實我2018年聽已經好認同，即係話即係好嗰個感覺好有 feel， 即係嗰個感好有感受嘅，因為咧佢講嘅嘢係好講，好似講緊我嗰2018年生活緊嘅眼前啫。直到今日我每次聽翻，我都會覺得有一種感動嘅，就係我嗰陣時最即係咧姚少講少自己，我最嗰自從2014年嗰打後之後咧，我最唔可以聽或者最冇辦法聽得落嗰首歌叫《明天會更好》咁但係咧，即係而保證我聽呢個《明日之歌》嗰時候係非常之永遠都係種好認同嘅感受，好講到自己心聲嘅感受咁所以我係推薦部，個個都幾好嘅，有啲位講得幾好，有啲配樂啊等等都係有佢一套嘅，佢用爵士樂等等嘅，佢都配樂有佢一套。咁咧就佢有佢亦都有寫實嘅主題咁樣。咁我個人都係覺得大家有。值得睇下，有機會去睇下呢啲電影。《明日之歌》個作曲其實係已經係顧家輝噶咯喎，嗰時顧家輝已經係顧家輝。本來我想就係顧家輝死嗰陣時候，我本來想條文就係咧，當大家我當然好熟咩陸小鳳啊，咩《射雕英雄傳》嗰啲歌啦，咁一上海灘等等，當然都係即係耳熟能詳、細路仔成長嗰時。但係咧喺今日嚟講咧，我最想講嘅就係咧顧家輝嘅國語歌咁樣。國語顧家輝寫幾多國語歌都好重要，而咧。尤其這首歌是比較少人注意知道的一首歌，而呢這首歌是你有機會聽聽，真的我你會覺得啊，今天好像講緊今天某種香港人的心境，都好像我在這首歌裡面聽得出來。我想問一下李漢祥，他最後出走了離開了邵氏之後去了台灣，你就說他去了國聯嘛，你會不會想評價一下他在國聯你覺得他去了台灣之後的發展怎樣？因為我看張徹呢就對他出走了之後咧，個評價就好差嘅，即係話佢最輝煌、拍得最好、表現最好嘅咧，就係喺邵氏嘅時候。但係當佢走咗去台灣之後咧，就完全唔掂啦，根本即係其實就係點啊，埋沒咗佢嘅天分啊，埋沒咗佢嘅才華。去到台灣之後，另一個阿張徹有講嘅黃宇都係啦，黃宇最後亦都係出走咗，亦都係去咗台灣，即係離開咗呢個邵氏。咁啊，
當然黃宇對張徹本身可能個個人可能對佢嗰個打擊好大啦，因為黃宇係阿張徹一手一腳捧佢捧紅佢出嚟啊嘛，但最後佢都係走咗。咁所以我睇張徹嗰本書，佢就零零舍舍係講咗呢兩個人咧，就話到佢兩個咧離開咗之後咧都衰嘅，離開咗抵死嘅，即係有啲咁嘅感覺。張徹冇講自己啊嘛，張徹去台灣都死嘅，佢其實一路講都係講自己嘅。其實好得意嘅，三個人嘅三大即係新一代導演啦，因為嘅。三位導演都是戰後才開始變成導演的，我意思是講緊李漢祥、胡金銓和張徹，先後都佢嘅經歷都有一次咧，就佢喺佢成咗名之後咧，佢都去台灣發展過，而結果都是所謂殺孽，或者咧係唔開心咁離開，而且咧都是焦頭爛額嘅有少少。胡金銓都是焦頭爛額咁離開嘅，因為胡金銓都叫打工仔啊咁樣嘅，而張徹同埋李漢祥咧都是自己做。即、就、係、是、自己擔起間公司嘅，但如果以三個人嘅成績嚟講咧，其實張徹喺台灣嘅發展係最差嘅。張徹其實咧自己恃住邵氏當時或者華侨公司咧，就叫邵氏俾佢成立一間長工公司，就過去台灣拍戲。咁咧就，但係咧其實咧喺佢喺台灣其實咧佢哋搞發行，其實真正問題咧就係咧，其實一間電如果你要揀一間公司咧，你嘅發能夠控制到發行是可能比你任何生產出什麼戲都更重要，而他們三即是而李漢祥和張徹都不是這種生意人，他們只是一個創作人，一個有非常的才華創，於是呢他們用創菜即是他們甚至都不一定成功的管理人，於是李漢祥在管理上面，尤其作為一個生意人，作為一個控制怎樣去計這個budget方面呢，李漢祥是失敗的，咁所以你郭玲好快就陷入財政危機。咁當然好多一啲外圍因素，但唔係淨係外圍因素嘅，我哋唔可以淨係即係以為外圍因素，咁都係其實做生意人就要克服呢啲嘢咁啦。所以好獨特地咧，喺邵氏出走嘅人咧，只有一種人咧係可以成，即、就、係、是、真係變成一種成功。周文華，因為咧佢哋唔係導演，而係佢哋佢周文華一個行電影嘅管理人才，而且佢最緊要的，因為搞家和咧。首先重視的，如果佢實際如果解決到嘅就係嗰個發行問題。但係嘉宏嘅發行嘅股真係複雜嘅，咁咧亦都唔係咁明顯嘅。咁咧真係有機會，我未來當然會講到啦。但係李漢祥喺國聯當然，但係李漢祥喺國聯公司咧就應該係點咧？就係好璀璨，雖然咧佢係短命，而且咧亦都結果佢都要焦頭爛額。但係李漢祥喺國聯公司嘅成就好大，因為咧佢對台灣。所謂民營企業嘅民營電影業嘅影響咧，嘅帶動啊，同埋帶咗好多人才過，同埋推動咗成個電影嘅製作水平嘅提高咧，都係有好大貢獻，都拍咗相當好多嘅有水平嘅作品啦，包括改編奇妙嘅一啲戲啦，即係《幾度夕陽紅》啦，咁啊有啲個人小品式嘅，但係又即係被普遍肯定嘅，譬如《冬暖》啊，或者佢揾咗手足啊宋全壽拍嘅呢個《海市蜃》都係。台灣六十年代嘅其中一個代表性嘅電影咧，係成就係大嘅，比張徹有都係當係高嘅，即係亦都可以簡單咁比較啦。即係都唔係話霉到不得可了嘅，即係張徹就講到佢喺台灣真係霉到。但係佢絕對唔係佢開頭嗰時係搞得好大嘅，亦都係一個喺台灣係一個帶嚟一件好大嘅，所謂成個影業帶嚟一個甚至文化界帶嚟一個好大嘅震撼嘅咁樣嘅。佢有佢一啲人謀不莊嘅事，即係佢。有啲決策啊，有啲選擇咁，但係佢拍過好大嘅製作嘅西施啊等等啦咁樣嘅，咁西施有佢嘅水平嘅，雖然我自己唔中意宮維式嘅電影啊，覺得宮維式嘅電影作為歷史劇係好大缺陷咁啊，特別嗰啲女性宮維式嘅啦，咁但係李漢祥嘅成就喺國聯公司喺台灣嘅。電影業的所產生的衝擊力是非常之大，而且亦都是有很多正面的影響的。例如我舉個例子，就上年啫嘛，上年先國新的楊群咪咯，楊群咪喺國聯公司變成一個當家小生咯，然後喺演過相當多嘅重要嘅戲咯。楊群是一個人物嚟嘅，即係仲有明星好好有地位嘅，我覺得都幾喺個無論喺台灣或者喺香港。都是有相當地位的一個演員啦，咁樣都係明星，演過一啲好重要的戲啦，咁樣。我哋有冇機會
即係再可能真係直情開一集要講李漢祥，因為我覺得佢係嗱香港起家，跟住去咗台灣，咁你就係講佢原來喺台灣都推動咗成個文藝啊、啲裝啊、歷史電影嘅發展啦。佢去到佢晚年，其實佢就翻咗北京，即係拍咗幾部都好轟動嘅戲噶嘛，係嘛？我以我所知，我哋做睇以前就一定睇嘅《火燒圓明園》啊，《睡蓮聘證》嗰幾部，其實好嘅第一部，基本上得《睡蓮聘證》係好嘅啫。咁唔緊要啦，但總之就係已經夾硬執砌出嚟。咁啊，當然有名嘅，但係跟住嗰啲已經咩《一代妖姬》啊，嗰啲或者個《百奇之例》已經。佢之後仲拍電視劇喎，有劉曉慶裏面做。佢係構思，但係嗰部戲冇拍到啊嘛，我唔記得。佢冇拍到啊？哦，我以為佢係《火燒阿房宮》啊，佢同劉曉慶嘅。佢係計劃拍，然後就誒之後過身就死咗啦。1996年，佢喺北京，佢喺北京死嘅，即係，所以我覺得佢真係兩岸三地行雲一個圈喎。但係其實唔止㗎，其實每我頭先講三個導演都係兩岸三地行雲，只係佢哋每個人嘅即係所做出嚟嘅 noise 唔同。張弛一樣，張弛我李漢祥做過嘅所有嘢，張弛喺幾年之後再重新再做一次嘅。譬如李漢祥喺台灣發展就失利，咁張弛又做咗一次台灣發展失利，咁啊李漢祥翻邵氏，張弛翻邵氏。李漢祥我大陸發去大陸搞到即係起碼我交流階段有聲有色，然後張弛都跟住去咗大陸嘅，其實佢中間仲去過台灣拍咗幾部戲之後咧，叫長河，咁然後咧就又翻過大陸嘅拍過，但係張弛得翻大陸咧就未拍過好戲㗎啦，咩過江啊等等嗰幾部咁樣全部都係有做第一部係講杜月笙啲弟子咁樣嘅，咁樣係咁係基本上咁啊發掘咗大陸嘅 artist 咁即係。用他的獨特的 sensibility， 即是 他對男性的感性要，但是即是他的感覺是很好的，揸得準，但是那班演員結果都沒紅到，這樣張弛是有去做的，但是只是更加沒有聲音。胡金泉基本上都沒有，即是不是嘗試回大陸拍，但後來都在大陸拍了一部戲，就是他最後一部畫皮之音又快黃，那即是很多都即是胡金泉就係成咗名之後去台灣之後唔成影，翻翻嚟香港拍咗一陣，拍咗戲。咁當然胡金泉拍咗唔少戲，又後屘佢過翻台灣又拍咗戲。咁然後跟住到後屘冇乜戲拍啦。咁終於有一次佢個弟子啊幫佢跟開嘅吳明才有錢咁啊，就跟住揾佢拍咗部《畫皮之音》入房，但係嗰部戲係唔得嘅，即係喺好多條件限制啦，但係亦都可能。整體年紀大啦，有啲嘢已經冇可能冇精力啊，等等可能未必有咁好。咁嗰部戲冇人會記得嘅，即係純粹視睇咗唔多。咁我睇過，咁但係的確呢個冇乜乏善足陳啊，或者對好多處理之前好嘅地方好多次喺過去嘅戲已經出現咗啦。好，咁應該差唔多啦嘛。我哋依集我哋講咗由依個電懋開始講咗佢嘅重要作品明星，跟住去到講到邵氏嘅第一階段。因為我哋之後仲會講邵氏嘅，喺下一集應該仲會繼續講，因為佢武俠片啊、張弛啊、胡金泉啊嗰啲，我相信我哋下一集會再講。所以我哋而家淨係完成咗邵氏嘅第一階段先。咁啊，差唔多啦，係咪？好啊，多謝曬普風啦，下次再同你傾過。OK， 好。